舒兰呢？你还想继续听下去吗？舒兰去医院做手术，恰恰是你父亲给联系的长岛医院。舒兰做完手术后，你看她长得挺好看的吧？漂漂亮亮的，哎呀，坏透了！你看今年她才17岁啊，就干出那种丢人现眼的事儿啊！啊，把他们家长都气坏了，给她打得半死。 10年了，10年来，欧阳老师悉心照料着舒兰，后来又把舒兰送去了深圳。他自己不再和任何人往来，变得深居简出，断绝了和你父亲的一切交往。虽然他们的研究领域很接近，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学术上的交流。直到最近，他们同时取得了进展，被邀请参加研讨会，才知道彼此研究的动向。 其实舒文已经调查了研讨会的资料，知道他们的成果在研讨会上已经取得了专利，专利就意味着利润。欧阳老师同时也知道自己的心脏病很重，所以他才把我和舒文叫回来，那是为了弥补他18年前的错误决定。还有，他想把这个专利留给兰兰。你也知道，他更多的专利已经留给了周玉轩。 不过，他也很担心你的父亲李教授垂青这项专利啊。为什么不让我发表？我需要这个专利。谁先研究出来的，专利就是谁的。那你是想要专利，还是想让人知道你以前的事情？李博寿没想到欧阳会拿这件事来要挟他，他知道唯一可以证明当年那件事情的。 就是欧阳老师的诊断书。什么？你还怀疑是我爸爸杀了欧阳教授？你不要那么激动，这就像你当时对我说的那样。你爸爸去欧阳老师家去谈专利的事，可是欧阳老师一点没有让步，因此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。欧阳老师心脏病犯了，你的父亲可能当时气昏了头，就没有及时去抢救，致使欧阳老师死于心脏病。 你在家吗？我是刘思雨。谁？喂，我是刘思雨。我是舒文。哦，舒文，有什么事吗？ 思雨，我告诉你，兰兰差点出事儿啊！怎么了？3个男人想劫持兰兰，幸亏兰兰逃脱了。3个男人是不是有一个胖子？你见过？我在下山的途中见过这几个人。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听你的。听我的？你看，现在我这儿还有点要紧的事情，离不开，不能到你那边去。你一定要保护好兰兰，自己注意安全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们呢，要不先到江妈那儿去，她那儿不会惹人注意。去海岛找江妈，这是个好主意啊。这样吧，你们马上动身回来，我去给你们准备船票。行。哦，对了，淑文，我想提醒你一下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，一个人的心理出现的问题啊，必须从他的源头去解决。我担心兰兰见到了江妈以后，回忆起一些从前的事情。哦，当然了，这会有利于了解一些事情的真相，不过很有可能会触发他的一些新的心理负担，你必须要注意这个新的问题。我记住了，来，给我。思雨哥。兰兰，你好吗？我害怕，我真的害怕死了。其实你很勇敢的，你能从几个歹徒手中逃脱，就证明了这一点，对不对？我还咬了那胖子一口。立即组织警力，到各医院和门诊部去查找那个被咬伤的胖子。是。给拿好。啊，谢谢。两张黑岛的。给拿好。好。到哪儿？大哥，是不是他呀？就是这小子。站住！站住！雨飞，快站住！快点！站住！快追！站住！站住！快点，那边，那边！好嘞！站住！什么？好。你的伤很重，我的电话呢？我有个要紧的事儿，必须要打个电话，快快把电话给我。喂，哎，思雨，啊，什么事儿？千万别回来，直接过去，快！思雨。思雨，喂，思雨，思雨，你怎么了？思雨，快，师傅，停车！师傅，来了，快！
请吧。哦。哎，别跟做贼一样啊，没人。哎，我说，什么急事儿，非得把我叫到家里来说啊？啊？说呀！说呀！啊！很快，我就会成为这栋房子的女主人了。我没工夫听你胡说，雨轩。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刘思雨不知被谁打伤了，现在正住在附属医院呢。什么？啊！你给我起来！谁干的？告诉我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你说。你急什么呀？这对你来说不是好事儿吗？谁这么大胆？看来跟刘思雨过不去的还大有人在。这是犯罪，这是犯罪！你今天怎么突然心疼起刘思雨来了？别不是兔死狐悲吧？你少跟我来阴阳怪气那一套。怎么了你？啊！你别哭啊！我没什么，真的，我挺好的，小倩。啊！我说，你哭鼻子的样子也挺好看的，小倩。啊！我不信你这么说我。那你说我该怎么说你呢，小倩？啊！我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你不许说我。好好好，我不说你了啊！你想怎么样都行。还行，我要给你报仇。怎么报仇啊？我要把他们的腿全都打折。你说什么？我都恨死打伤你的人了。来来，把那个给我拿过来，拿来。
好像就是这儿了。我20年前来过，不太记得了。那么进去问问吧。文文，来了。文文，江妈，江妈，来了。江妈，哎呦，江妈，江妈，江妈，文文，文文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！别哭，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！我得带兰兰在您这儿住一段日子。啊！江妈，快进屋，上屋去。走。同学，是你。听说你被打了，我来看看你。你是来欣赏你的杰作吗？你误会了，小千，我跟刘思雨有话要说，你出去一下。不管你是真心还是假意，他伤得很重，有话明天再说吧。哼，看来我这个当老爸的，说话都不如你这个老同学喽。因为她根本就不像是你的女儿。好了，小倩，先出去一下。我和你父亲有话要说。我不出去。啊，我没什么，去吧，听话，去吧。啊。那你的手？我手没什么。我问你，你把舒文和舒兰带到哪儿去了？舒文、舒兰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的行踪。我是他们的家人，我有权知道他们的行踪。既然你是他们的家人，为什么你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呢？这不就奇了大怪了吗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俩在一起就拌嘴。不过，我可告诉你，如果舒文和舒兰出现意外的话，我可放不过你。就怕结果同样令你失望。周总，你也在啊？哦，李警官，我正要找你呢。老同学，好好保重吧。好。啊。文文，哎，行了，面条熟了。哎，你们俩啊。早都饿了吧？来，哎，吃吧。太好了，我最爱吃江妈煮的面条了。江妈做的面条可好吃了，那就多吃几碗啊。哎，真好吃，吃啊。哎，江妈，你也吃啊，你先吃。二位警官，有一个情况想跟你们反映一下。什么情况？刘思雨先后接到过恐吓电话和恐吓信。我知道是谁干的。谁？黄雨红。黄雨红？对，是他亲口告诉我的。他为什么打这个电话？目的是什么？我们公司的专利有两部分组成，
一部分是我的，一部分是老师欧阳的。黄玉红怕刘思雨这次回来，老师把专利给了他。简单的说吧，他怕威胁到他自己的利益，所以他想方设法的让刘思雨早点离开。能解释通，这还不是关键。关键的是，在我岳母去世的第二天，你们是不是接到一个报案的匿名电话？对，打给关局长的。可是黄雨红告诉我，他绝对没有打过那个电话。你信吗？我信，在这个事情上，他绝对不敢瞒我。现在问题就来了。如果黄雨红排除和我岳母死因关系的话，那么打电话的人会是谁呢？还有，刘思雨说，那天晚上欧阳老师特意去电话，推迟了他们的约会时间。如果成立的话，有两个可能：第一，老师这个时候有什么急事要处理；第二，他这个时候要见什么人。如果这样想的话，这么晚了，他要见谁呢？你们知道吗？我怀疑那个让舒兰怀孕的人就是你父亲，李教授。兰兰，这是八岁的时候咱俩一起照的。啊，那时候我才上二年级。可不是嘛，上学的时候要我送，放学的时候让我接。过马路的时候，小手啊，转得我那个紧呢。妈妈工作忙，整天都看不见她，我就把你当妈妈了。别看江妈无儿无女，可以见你们俩呀，真就像见了自己的亲闺女一样。江妈，那您就跟我们回家住吧。嗯，我们家就是您的家呀。等你走不动的时候，我来伺候你。您不愿意跟我们回去啊？欧阳教授不在了，我还回去干什么？妈妈不在了，还有我们呢。是啊，不，我是怕，我是怕再见那些东西。打伤你的那个人，真的是绑架舒兰的那伙人？我不会记错的。这么说，这伙歹徒是有针对性的，直接冲舒兰去的。这就是在医院里谋害舒兰未遂的继续。看来，舒兰是解开这个谜团的唯一的钥匙。所以舒兰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重压。好了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
哎，师傅，等一等！哎，等等啊！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看来您对欧阳教授的感情真的是很深呐。这一点我从来就没否认过。我还是不明白，您为什么和欧阳教授分手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你回答我。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？爸，你知道我现在的心情有多痛苦吗？啊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给您提个醒，欧阳教授是不是曾经去过您教过课的长老医院？那我上次问您，您为什么矢口否认呢？你问这件事情，到底要干什么？我是警察，不明白的就想问清楚。欧阳教授的那张诊断书是长岛医院的李梅大夫给开的，这个您知道吗？还有那个病历现在也不见了。爸，您能不能告诉您的儿子，这一切到底跟您有什么关系啊？欧阳，你一直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。我曾经答应过你，这件事情绝不跟任何人说起。看来今天要食言了，欧阳，原谅我吧。现在我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你。我跟欧阳分手以后，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。欧阳，老李，你帮帮我，帮帮我。哎呀，什么事情把你急成这个样子啊？我们班的一个女生怀孕了，你说我这当老师的该怎么办？我又怎么向孩子家长交代呀？这个孩子以后……你找我就为这事儿，你要我怎么办吧？我能不能带他到你教学的长岛医院做手术，而且要为他保密？这事儿应该不难做到。哎，你不是认识李梅吗？徐海清副局长的爱人。对，他是妇科医生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去找他。老李，我还要求你，一定要把那病历拿出来。你。而且要保密。哎呀，这可是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，搞不好还要负法律责任呢。所以我才来找你呀。除了你，谁也帮不了我。尽管我是顾虑重重，但我还是答应了他。就在我偷偷拿出那份病历以后，我忍不住看了一眼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欧阳教授并没有骗你。
做手术的的确是个少女，而且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舒兰。舒兰？怎么可能呢？她当时那么小，怎么会怀孕呢？爸，我问你，当年欧阳教授不让您发表您的研究成果，你怎么就答应了呢？那可是您多年的心血呀。这都是为了爱。我爱欧阳，他求我，他从来没有这样求过我。我没有理由不答应。可有人说，欧阳教授不是在求你，而是在威胁你。威胁？他威胁我干什么？是你让舒兰怀孕的。你混蛋！爸，爸，爸，你别生气啊！你听我解释，爸，爸，爸。外面空气好，咋起这么早啊？哎呀，江妈，不早了，您赶海都回来了。你们城里头人呢是看表上班，赶海的人呢是退潮下海。初一十五啊，比这起的还得早呢。是吗？来，拿小凳坐下。哎呀，江妈，这都什么呀？这么多，来看看。哎呦，这什么？这个呀是刺锅子，这个呢是我们这儿的叫法，你们城里头人呢叫海胆。听说这日本人呢可喜欢这东西了，哎，有多少要多少，值钱着呢。是吗？这城里的大饭店就这一个要几十块呢。那么贵呀？哈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哎，这是海虹。哦，这个呀，这个是海蛎子，砸开了吃。哦，海蛎子。哎，海蛎子，这叫蚬子。这个我吃过，吃过。这个呢？这个毛蚶。哎呦，哎呦，看看。哎呀，怎么了？看看，扎着了不？没事儿。真是，江妈这么扎人的东西怎么吃啊？嗯，好吃着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把这个从这儿啊扒开，里面焦黄焦黄的，拿它蒸着吃，摊鸡蛋吃，可鲜着呢。中午我就给你弄着吃啊，摊鸡蛋吃。爸，我以后再也不问你了。你不问，我也要说。不，爸，您别说了。小峰，我真没想到，你居然怀疑我，让舒兰怀孕。有一件事情，我必须告诉你。当年为了工作，我和你妈生了你以后，我就做了绝育手术。什么？爸，您说的这个是真的？爸爸还能骗你吗？爸爸这辈子恪守清白做人的原则，从没做过损人利己的事情。我真没想到，我的亲生儿子竟怀疑他爸做过这种事情。爸，您别激动，是我不好，我不应该怀疑您老人家，更不应该在欧阳阿姨的墓前跟您说那些话。可是欧阳阿姨的案子和舒兰的事情现在也没搞个水落石出，你说我能不着急吗？
小峰啊，我知道你也是为了工作，为了欧阳一家，我可以做任何事情。你对你朋友真好，为他付出值得。为啥呀？哎，他是个好男人。哎，看起来你好像非常爱他，可只是年龄好像悬殊了一点。好男人呐，谁都会爱的，年龄并不是障碍。他也爱你吗？那当然了。怎么？你真幸福啊。羡慕了是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也赶紧找个这样的好男人吧，他会让你幸福死的。他刚睡着，你待会儿再进去好不好？我找他有事儿。不行。我说你这是怎么了？我瞧你这灰头土脸的，是不是没睡觉啊？你赶紧把他叫醒，我有重要事要跟他说。啊，快点。算了算了。你等他醒了以后啊，你就对他说，他的那个推理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，真相还没有大白，知道吗？什么真相？你这么说他就知道了。达雅迷呀，有什么事直接告诉我，干嘛老弄得这么神经兮兮的？不然本小姐不伺候了。你爱说不说，不说拉倒，本少爷不怕。呀，他比我厉害。我听不见。你是说肯定不是李教授了？那是谁啊？是周玉轩。舒文，一切结论都是出现在他的末尾，并不是他的过程和前头。既然我们的推理是错误的，就应该立即改正过来，先不要主观臆断的给谁戴上这个帽子。舒文，在听我说话吗？舒文，你的情况怎么样了？我的伤好多了，这两天就出院了。对了，你知道这几天是谁在照顾我吗？谁呀？你的女儿小倩。是吗？她真的长大了，懂事了。姐，哎呦我的天哪！给谁打电话呢？你吓死我了！你是刘思雨吧？怎么了？你有特异功能啊？你打电话的声音，整个渔村都能听到，像广播一样。哎，姐，我们到那边去玩玩。好，走吧。
我们到那边去。啊。哎。造化之功，赋予了人类欲望，只维系生命的本能。是不是造物主的轻率举动，错给了人类这生长罪恶的孽种？天际飘来的沉沉钟声，哦，欲望使人苦苦求索无休无止，哦，欲望使人沉入深渊无尽。哲学的辩证，当膨胀的欲望挤满灵魂的时候，心中是否会想起天际飘来的沉沉钟声？要是早告诉你，思雨就不会出事儿了。是我爸，不是周雨轩他干的。你又错了。我想要他们家的男人，你想得到他们家的女人。拆散那个家，是我们共同的目标。我要去控告你。控告你强奸，控告你杀人。我只是对不起舒兰，我绝对没有谋杀欧阳老师。局长伯伯，我要揭发。你为什么？你是有妇之夫，你为什么？